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我系李文汉。未退休前啊，年尾呢段时间，一般都系同公司请假休息去度假，因为年底都稍为冇咁忙。趁住呢个时间，我就离开吉隆坡去外坡过圣诞同埋新年，今年都唔系例外。今次我就嚟咗怡保，喺呢度过一个平静嘅圣诞，散下心。順便去尋找怡寶正的美食。其實我對怡寶都不算是有深刻的回憶，我在這裡只是讀了一年書，那時就在我的姑丈的鋪頭，位於怡寶舊街場。記得有一次我去近打河邊玩，回到來呢就被姑姐打到鬼咁樣。以前我一日的零用錢只是一毫子，因而对街头美食就没什么兴趣了，时光都吃不起了。而且我的姑丈的铺头是做个 B 店，所以日日就吃了雪面包子翻学。我小个的时候呢是很怕丑，所以在学校呢都没认识到什么朋友，反而我跟个 B 店的个 B 仔交朋友。以前怡寶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城，在60年代马来亚拥有最多 Mercedes 车的地方就是在怡寶，满街都是财主佬，怪不得有二奶行存在啦。就跟你们讲一下历史。在1880年当时怡寶只是一个禁崩，英国政府就在近打曲发展石矿业，邀请了很多南方的中国人来做工。到了1895年，怡寶就成为了马来亚第二最大的城，而且在马来亚就成为了世界出产最大的石矿，加上树胶农业，霹雳就变了我国最强生产力州。很可惜到了70年代，因为石矿都掘到7788，而且石矿的价钱都大跌，怡寶的经济就慢慢衰退了，一直都没有发展到。好彩在这十几年，怡寶都有所改变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旅游地点。当然啦，因为近打区拥有很多自然的风景，有山有水，好像迷你桂林一样。在这里最特别的就是石灰岩以及位于山洞里头的佛庙，怡寶都算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生态旅游区。今日它就是马来西亚第四大的城市，而且是最干净一个城。它们很多建筑物都有受英国的影响，很特别，有西式的风味，但是很多人涌来这里都是为了它们的美食。这里的水源是来自石灰岩，所以种出来的芽菜是特别肥美爽脆，而且做出来的沙河粉是滑一点的，怪不得怡寶的芽菜鸡和沙河粉是闻名全世界的。还有他们的白咖啡都是很出名的，很受欢迎，可算是我那杯茶。当然怡寶还有其他很正的美食，不单止在怡寶旧街场才吃得到的。怡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但是食的方面就很讲究了，要吃到老字号的料理一定是要等。怡寶人是比较有耐性，喐啲就排队排餐懵的。怡寶是马来西亚有最多红绿灯的城市，但是这里的老百姓是很悠闲的，对他们是没有影响的。我初期来这里都是不惯，但是如果要吃到正东西就要给点耐心了。这一集我不单止要采访我一般介绍的八档美食，而是18档，因为怡寶实在是太多东西吃了，只是介绍这18档真的对他们有点不公平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，就给个 like 我分享一下，如果未曾订阅就麻烦你订阅啦，多谢你。现在排名没分先后，我要带你去怡寶寻找最正的美食啦。
旧街场天津茶室的鸡丝河粉，这档鸡丝河粉呢就犀利了。据称他们是怡宝第一档提供这个美食。原本这道面食是来自天河广州，但是近打曲的福建人呢就将它改良，加了虾头来调味，变了我们今天吃的鸡丝河粉。这位梁师傅呢是第三代接班人，他还是自己斩料，他的仔呢就负责落锅打，吃过他的味道都很满意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汤水很鲜甜又够料，但是他们的干捞就一般了，比不上 Pierre Soggy 那间。 Richard in the 鬼佬茶室的版面，这间茶室的名字都挺可爱，因为幸老板年轻的时候他的花名是叫鬼佬，所以就改了这个名字。他们都有十几年的历史，而且他们提供的菜单是很丰富，这间茶室是属于最干净一间，所以就吸引了这么多顾客，次次来都是人头涌涌。幸太太说他们只是用最新鲜的材料才可以获得自己的要求。他们这么多种口味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个板面，特别就是个芫茜板面，是独一无二的。要吃到怡宝最正的板面就是这间。新泉分咖喱面茶餐室，这间老字号都是叫马达料咖喱面，因为以前他们是位于差馆的对面，不过都是有人叫他们招积咖喱面，因为顾客来到等到不耐烦，所以就有些猛争。其实这位第二代接班人许先生是一个很商议的店主，他说他们有尽量配合每一个顾客的要求，如果他们还不满足呢都没办法的。他们都算是怡宝第一档没落椰浆的咖喱面，现在通街都有了，但是其他的味道呢就差很远了。永泉茶餐室旅店的纳斯甘达，这栋纳斯甘达就巴闭了，人人都叫他纳斯甘达，据称因为吃过会上瘾，惨得过几个月前在封锁的时期，我们的财政部长果然坐直升机来打包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受欢迎，今天来到都是排长龙，等了45分钟，我吃过它的味道跟80年代都是一样，跟其他的纳斯甘达都是大同小异，虽然都是不错，但是有些高估了，咖喱只是得个辣，可能马来顾客喜欢吧。万里蒙的文记咖喱鱼头，一般在吉隆坡如果想吃咖喱鱼头呢，我就想到去妈妈店了，但是有几档华人的都很正，特别就是这间文记经营了有10几年，他们不单止是出名咖喱鱼头，他们有提供很正的东坡肉和家乡豆腐等等。这位潘先生是一个很谦虚的厨师，他说他时常有调整他的秘方来配合每一个客的要求。我们今天叫了原菜、东坡肉和这个主题石斑咖喱鱼头，真是平靓正，记得早点来霸位。冰鱼港中记大树头炸料，这个炸料都算是全怡宝，或者我应该说是全马最出名一档。如果你来到怡宝想吃羊料呢，本地人就一定会带你来这里，营业了有30多年，这里的羊料口味选择是比其他更丰富，而且这料是大件一些，他们的羊料是用黄尾鱼来做的，所以是鲜甜一些。我次次来这里只是叫5、6件料就足够，因为是大件夹底食，还有我一定要配埋他们碗鲜甜的咖喱粉，真是最佳拍档，没得顶。新丽都茶餐室旅馆的客家面，这档怡宝最受欢迎的客家面呢，以前是叫国泰客家面，因为以前是叫 Ruma Dumbangan Cafe， 现在就转了手，
好彩呢档客家面咧仲有存在。呢位吴女士啊，同佢妈咪嚟接手呢档30多年嘅老字号啊，都有10几年啦。佢哋提供嘅客家面系唔同吉吾波噶，料系分开计啊，一件系计一扣。今日我就嚟食过佢哋自己打嘅面咧，都好满意啊，肉碎啊好丰富，捞得好入味啊，有唔有食到料都唔重要啦。旧街场南乡茶餐室嘅蛋挞呢间老字号啊，以前系位于二拉巷，10年前就搬咗嚟新元隆茶室嘅对面啊。南乡已经有60年历史，佢哋嘅咖啡系顶呱呱嘅，但系我都系觉得对面嘅新元隆啊仲正。可惜新元隆嘅美食档咧就一般啦，反为南乡啲档口啊就有水平啦。举例有鸡丝河粉、薄鸭、咖喱面同埋叉龟雕等等。但系我今日咧只系嚟食佢哋嘅招牌蛋挞，我今日就冇耐心等啦，打包翻去食过之后咧，觉得以前仲好食。正大平路嘅新东洲白骨嗲，位于一间学校嘅对面咧，就系呢个白骨嗲。我知道你咁会讲，怡宝都有好食嘅白骨嗲咩？虽然佢哋嘅白骨嗲系比唔上巴生嘅味道啊，但系佢哋嘅味道啊系有啲唔同嘅，汤好清又唔会肥腻啊，味道有啲带甜嘅，食咗之后咧，成口有甘香嘅感觉啊！呢位吴先生系第二代接班人，我次次嚟呢度都系要等位，好彩啦，佢哋而家就打通埋隔篱嘅单位嚟做啊，就多啲位啦。今日咧我就食到好满意啊，同以往都系一样啊，价钱仲好平添。九洞豆腐花，人人都知道怡宝嘅豆腐花系荃马最正噶啦，全凭呢度水源嘅关系，好多游客一般都去旧街场接近老王芽菜鸡嗰档豆腐花，虽然咧佢哋都好唔错，但系就有啲商业化。我每次都系嚟食呢档汪记豆腐花，因为我都系住响九洞嘅，而且佢哋嘅价钱咧系平好多。呢位刘先生啊喺街边摆档啊都有20年噶啦，佢嘅豆腐花系我食过最滑嘅一档，虽然好多人是喜欢落椰糖，我都是指定吃他们的姜汁白糖，豆浆都好正啊。李沙瑞沙的著名怡宝拿督云吞面，这档云吞面都算是挺低调，以前就是在拿督路摆档，现在就搬了来这里比较山卡拉，很多熟客都不知道，这位叶女士都挨了很多年了，最近就开了自己的铺头，现在他的仔都出来帮手，一直以来啊，他们的面啊是最爽口的了。当然啦，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打面的。你来这里啊，我建议你吃他们的干捞，因为他们的酱啊捞到好入味啊，不似其他。配埋他们的炸云吞啊，包你吃过翻层味啊，一流。怡宝街场的德记著名炒粉店，这间炒粉店都有接近50年历史，以前就是在街边摆档的，人人都叫它8个字，意思就是你次次来吃它都要等最少40分钟，今天就开了铺头还好生意添，好彩现在就不用等那么久了。这位张先生是第三代接班人，他们现在就没有亲自落厨了，请了很多厨师。我一向都比较喜欢吃怡宝的滑蛋河，煮到是湿一点的，不像吉隆坡的是干一点的。他们的菜单除了炒粉都有提供其他美食的，但是炒粉都是 No.1。 达西 Indra 的顺院点心楼，怡宝不算是一个很流行的点心地标，但是有一间点心楼对游客是比较受欢迎，它就是富山。今天我就不打算采访他们，反为我要介绍的就是顺院点心楼。这间点心经营了有4年，这位周先生是这里的店主，他的大佬就打理厨房，他们的菜单都很特别的，
除了传统的点心，他们都有提供一些四川的口味的，他们的价钱都很商业化的。他们的鱼米啊、流沙包和麻辣面啊，第二道是吃不到的。怡宝街场的安记芽菜鸡沙河粉，相信你们都知道怡宝老王芽菜鸡是最出名的了，就算你没来吃过，你都可能听过他的名字。据称他们是吸引游客多一点的，一般的本地人想吃芽菜鸡就选了这间安记，或者他们没那么商业化。我今天就来指定要吃他们的胡须鸡，店主就说当然啦，这里只是卖胡须鸡的，整到我都有点尴尬。我还叫了一碗沙河粉和碟饭，加上猪肉丸，不得顶，鸡好滑，汤好鲜甜，猪肉丸够脆。桂和苑茶餐室的猪肠粉，如果你还记得，我大约五个月前有采访 SS2 街市一档很出色的猪肠粉，据称他们的材料是跟这档老字号过马的。我原本是想采访殡仪港那档的，但是我四日来到都摸门钉，老实说我都没吃过这档。不过如果 PJ 那档和他们拿货，那差极都有限。今天我九点半就来到，肠粉都卖到七七八八了，而且又没有堂食，我打包回去吃到很满意，滑白的粉配上一流的红酱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Bertram 的 Michelle 煮粉，这位蔡女士是一个最奇丽的店主，次次来到都看见她扮到只雀咁嘅。她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着到乌乌歪歪咧，啲顾客看见你都不开胃啦。你冇睇佢咁样啊，佢都系亲力亲为啊，每个 order 都系一碗一碗煮噶。嚟到呢度系要用啲耐心，否则咧就食唔到正嘢啦。Michelle 嘅招牌菜咧就系猪肚粉，可惜只系拜三同埋礼拜提供。对我嚟讲 ，Michelle 每一道菜啊都系咁正啦，因为系冇悭工减料，而且系用最正嘅新鲜料噶。桂和苑肥老母的咖喱面，这个档主原本就是在后面的日日星那边店一档咖喱面起家，现在就做到很成功，开了自己的茶室。这位 Jasmine 说她的父母开始摆档的时候她都未出世，除了他们的招牌咖喱面，他们还有提供很正的鸡饭、鸡丝河粉和葡萄挞等等的。今天我就来吃他的冇椰浆的干咖喱面，据称有些旧客仔批评他们的水平跌了，而且价钱又起了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啦，还是很好吃，可说是物有所值。旧街场冬季小食餐室的鱼蛋粉，对我来说这档鱼蛋粉是全怡宝最好吃的了。我的外母和太太一向都不吃鱼蛋粉，但是都吃它，他们是有点夸张，一般早上九点都卖完了。你看见这么多人等位就知道了，这位官先生和他的太太 Susan 是第二代接班人，这档鱼蛋粉都有45年历史。 Susan 说他们的鱼蛋是 100% 用纯正的胶鱼，怪不得这么弹牙啦。他们的鱼蛋是一点都没有腥味的，这碗粉的汤鲜甜到比我喝到一滴都没剩，一流。